第32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，我想她的好歌声人人知晓，恭喜田馥甄。这张专辑可以看出一位歌手转变的历程，作品选择突破，极具个人特色又雅俗共赏。我是一个登山者，我是爬百岳的人，但刚刚走那一段楼梯我真的腿软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馥甄，我是爱唱歌的女孩，从小时候在家里的浴室忘我的高歌，然后被妈妈叫甄啊，洗好了没，妈妈我没有浪费水费，我拿到金曲奖了。最后我还想要感谢前公司华研音乐，特别谢谢吕世玉先生，谢谢你。麦克风是我的树洞，让我把无人知晓、不能言说的心事唱进歌里，得以倾吐。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，我想要祝福每一个人，你们都有自己困难的地方，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的树洞。第32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，我想她的好歌声人人知晓，恭喜田馥甄。这张专辑可以看出一位歌手转变的历程，作品选择突破，极具个人特色又雅俗共赏。我是一个登山者，我是爬百岳的人，但刚刚走那一段楼梯我真的腿软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馥甄，我是爱唱歌的女孩，从小时候在家里的浴室忘我的高歌，然后被妈妈叫甄啊，洗好了没，妈妈我没有浪费水费，我拿到金曲奖了。然后从小时候的浴室一路唱到 SHE 的舞台，再唱到这个舞台，要感谢的人非常的多。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谢谢我两位姐妹 Selina、Ella， 还要谢谢我的好朋友清风。谢谢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山友，然后还有所有愿意聆听我的歌迷朋友。还要谢谢和乐音乐所有的同事，所有的工作伙伴。谢谢信荣哥，谢谢清姐，还要谢谢一直支持我、做我坚强后盾的慧晨、小鱼、Vicky、美珍，谢谢你们。最后，我还想要感谢前公司华研音乐，特别谢谢吕世玉先生，谢谢你。麦克风是我的树洞，让我把无人知晓、不能言说的心事唱进歌里，得以倾吐。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，我想要祝福每一个人，你们都有自己困难的地方，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的树洞，身心安适，一切都好。谢谢。恭喜田馥甄，也谢谢吴青峰。